欢迎回来。饰演战士邦一炮而红的英国老牌男星辛康纳利，星期六在巴哈马家中安详离世，享年90岁。曾经七度出演战士邦，让这个角色成了辛康纳利影史上最经典的角色之一，也被影迷公认为荧幕上最完美的007。被誉为最经典战士邦的英国老牌男星辛康纳利星期六逝世，享年90岁。辛康纳利的儿子表示，过去一段时间已经身体不适的父亲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，家人将先为他举行私人葬礼，等疫情结束之后再举办纪念仪式。出身苏格兰的辛康纳利60年代凭007的角色一炮而红，在60至80年代先后在7部的战士邦片中演出过6部系列片。当年英国影界计划开拍有关情报员007詹士邦的系列片，辛康纳利因为身材高大加上性格跟007相似，很快就敲定由他去饰演这个角色，果然一演成为经典，也让他成了影迷心目中最完美的007。You know, he is the quintessential James Bond. You know, when you think of James Bond, Sean Connery is the one that 9 times out of 10 the fans think of first. Everyone has their favorite Bond, but no one can deny that Connery was the best at it.辛康纳利饰演的詹士邦可以说是深入民心，詹士邦电影官方 Instagram 也发文悼念辛康纳利，更指詹士邦系列能够成为经典，辛康纳利功不可没，将永远记住他。辛康纳利也在1988年凭着电影《一胆雄心》拿下奥斯卡男配角奖，2000年获得英女王授勋。